最疯狂的 FJ 二三四，形象全毁，救急疯狂。天哪，你好像一只熊猛兽啊！耶 ，James 首度露面。哦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正片开始。我是挑战者 Josh， 我是挑战者虎虎，我是挑战者小月。It's live， 惊天动地300秒。今天的关卡有哪些呢？第一关，海底捞月，戴着眼罩将水盆里面的苹果摇起来。第二关，福 J 出张嘴，只能用嘴巴把桌上的西瓜吃光光。第三关，老娘最懂吹，就是要把面粉堆里面的乒乓球吹呀、啊、吹呀、啊、的吹出来哦。第四关，活灵活现小零号，就是要把头上的两个发卷跳呀跳的把它甩掉。最后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到我们的灯光前面拍出奇迹美照。挑战者小月，计时开始。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我们自己咬那个，不是舔苹果。哎，再一个。你刚刚舔盆子啊？等一下，你头脑全湿。被他一直在叫，叫还不好好找苹果。不是，你吃到第二关。第二关吃西瓜。动漫进阶巨人，因为他的手还在，对，而且你那个要洗，这女性真的很可怜，因为我要扶一下好了。他的蓬 Q 刘海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蓬松，迷之刘海，来加油！我觉得女性很辛苦，是因为你知道吃西瓜，她嘴巴比较小。哦，哎，可以这样。啊，哦。谁准备那么大一块？而且我觉得这一关的挑战者那个准备的西瓜很诡异，不是应该都是这样很？对啊，他怎么会准备一个半圆形的西瓜？不错，很强啊！好，再给我两口，来，一、二，啊、哦，你很大力，来下一关。推荐先湿后干哦，对，先湿后干。你好食人魔。OK 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先把空气刘海先定型好。好，所以你需要卷子吗？不用。你想没有？可以的。就算没有。啊，算算没有。这时候就是我们的 sleep， 你还剩下一分半。哦。哎，他回来了哎。是吗？他回家了，我的空气刘海回家了。欢迎空气刘海回家。OK， 可是我觉得我头发很 OK， 但我也不 OK。先把嘴巴弄一张。
面粉混西瓜汁很难擦掉，哎、啊，要不就奶昔吧。我面粉跟西瓜汁像什么啊？什么？厚妆啊？对对，浮粉。浮粉。那这。哦哦，因为它的那个发尾是湿的，对。对啊。刚刚马上有没有那干的感觉就出来了？而且卷度会回来。真的吗？哦，女生自己真的知道，对，自己真的知道，知道自己的头发。哎、欸，这很香哎、欸，别人根本不知道我刚刚身上多西瓜。立刻可以去美美的约会。OK， 好的。好，来，来点一下，三十秒，十秒啊！这是什么啦？没关系，西瓜。大爷吗？来，自己摆 pose， 我们要截图。美美的，再不喊开我要生气哦！计时开始，噔噔，哇！哦 ，Hello！ 还有一个，加油！好累咬哦！哎，等等，咬到啊！来，把眼罩往脖子拿下来，下一个。天哪，很快就是。对啊。很甜。好 A 很甜嘞。感觉。哪里买的西瓜啊？再来一个西瓜汁。对啊。喜欢 Josh 的粉丝有福了，我会把他滴下来的西瓜汁挤成一杯送给你喝。天哪，你好像一只熊猛兽啊。耶。我等一下。啊、你的丑态为借镜，我会告诉我自己美一点的。可以忍吗？这还要再吃几口，对他们见到皮耶。至少是要白那个。对啊，至少是要白色啊。天哪，你的分量很有力耶。我刚刚没有白色。白色的。吹乒乓。救命！来，最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，漂亮亮，然后等一下做一个神奇的奇迹美照啊！头发也太乱了吧！而且很黏哎，刚刚吸到我的妈！对，头上都是水，你这样怎么可能做好造型啊？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可以的。你像我有改通告的样子。这时候就要用我们的韩国 Is Lip 咖啡因干洗发喷雾，不需要一滴水。轻松甩掉油腻发根。好，走。松开。耶。很好哎。很干对不对？但是很干。挑战者福福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进去一点，进去一点。天哪，他的舌头应该会松鼠。嗯。他妈就随意，好，要吃啊，走！他算快，他算快。这个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会找点。你在水里面会呼吸吗？会会。哦，很快，你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下一关，你看我这一颗比较大。你的嘴巴好大，他嘴巴很大，你快点看，嘴巴多大？哪有？他嘴巴是很大，来加油！想象它是一个东西，把它吃进全部。来，给我大口一点。刮用刮的，用刮，用刮的。嗯，不要笑，用刮的刮出来。那它刮的很美，它刮的很美。为什么吃的那么干净啊？因为它是那个大嘴怪啊。OK。你不还有一个力气吗？给我吃一口，我用指甲棒怎么吃？给我吃一口，你看西瓜，它不到一分钟就比那个黄虫。真的耶！现在几秒？现在过几秒？现在过了一分钟，黄虫服。五官，快点！过了一分钟了，我要见白。因为你刚刚说我要见白，我要靠你见白，你才算过关。来，那还要那个？不要说准备的，我要拿什么？小猪头。你吃就吃，你身体干嘛喂啦？啊、你身体喂个屁！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好会吸哦！小慧西还没见白，还没见白。加油，黄龙1分36了，1分36。他见白，他见白。他见白了，下一关。来。不要呛到，不要呛到。来，我一定要保持美。对，
加油，已经两分钟了，加油，已经两分钟了。Oh my god， 完全没有动哦 ，Oh my god。啊！来，加油，买平均分钟过呀！我因为美美，我是最美的那个。跟大家说，通常在这个时候啊，教完课或是这种很狼狈的时候，等一下三分钟后约会该怎么办呢？立刻就要喷上我们的 Is Lip 干洗发喷雾，绝对让你保持香香的，三天不洗头，对方都闻到，闻不到你的口臭。因为你看流汗非常湿哦。对啊。回来的喷完就是 Domain GC。哎，真的耶。他马上对。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快，你好快，再来三分钟，真的很快，最帅，来给我 close， 其实好好用哦，嗨，硬要参赛的大叔 ，Go， 耶耶， yeah, 大叔加油，加油，很快耶，大叔加油，大叔加油，大叔的技巧呢？哇啊，对，先用舌头抵住一个，然后再走到头。大叔就把后大叔的人生经验应该很丰富啊。哦，哎，有了，哎，谁在叫我头发？不要这样子啊，才不是我嘞！哎。加油！吃完整个吃完。好可怜哦，都是十几岁了还要这样子。不能这样被摧残。对，你扶着这样子，像在喂食。他很老了，在喂老人家吃东西。大叔加油！黄昌，我现在来到几分几秒了？我们现在来到了1分03秒，加油！大叔，你没有在进食哎。对啊。大叔进食中，哎，很好，开始有动了，开始有动的感觉了。大叔吃的时候皱纹很少，是有拖打漏的。大叔懂保养。大叔吃的很快哦，其实。他起来在换气。哦，对。你干嘛换气啊？你有没有觉得带了我们那么多年，今天最倒霉？来，快点！现在一分半了，好可怜哦。他现在上蛮快了，1分半。Oh my god， 他调到梳子。可以了，他减白了。我想要捐你钱哎。有，可以了。减白了，下一个。催面粉。还好啦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叔很常去看摇滚乐。大叔是闪灵的粉丝。大叔是闪灵的粉丝。可以了。你们常去健身？对啊。来到最后一关，我心头晕的。来把自己打扮帅帅的啊，等一下要拍美照哦。你头发很湿哦。Oh my god！ 你不觉得很委屈？这时候擦的都是……你这样玩，你玩完脸有变老哎。他玩完是脸有变老，而且他现在擦的是眼泪。对啊，他眼泪跟委屈。已经过了三分钟了，来，头发湿湿的，我换笔过来。好。哦。记得刘海的部分比较那个着重。哎，还是有技巧的。没有啦，你立刻干松哎。根本不用三秒，天啊！对啊，原来假发也可以用哦。哦，立刻蓬松哎！你觉得如何？蛮帅的。好，来 go！ 那你自己说啊。来，请给我动态的 pose。3、2、1，很好。那是很可以耶。恭喜第一名 Josh， 可以
以得到我们韩国 Islip 咖啡因干洗发喷雾。哇！重点是这是第一支含有咖啡因、生姜跟人参的干洗发喷雾哦。重点是它可以强壮发，可以给你头皮营养哦。而且我刚刚喷的时候完全没有卡粉哎。对。它的喷头就是很顺的这样喷出来。是。韩国 Islip 咖啡因干洗发喷雾呢，一共有四种香味。跟你们说，这两种紫爱闺蜜跟湛蓝海洋，他们有添加薄荷，喷的会凉凉的，很舒服哦。哦，好适合夏天。好像是，对对对。啊，既然我是第一名，我全部都带走了。